主料：坏豆角一把，螺肉3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辣椒、生抽、味精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螺肉清洗干净，豆角切碎，放进热油锅炒香待用，并起锅烧油，放进辣椒炒香，再倒进螺肉翻炒翻炒，放点盐炒熟，倒进炒好的豆角炒匀，放点味精出锅。烹饪技巧：酸豆角炒螺肉，酸辣下饭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